形式，而是他们在心里面的那个约的能力是远超过所有的一切。所以我对你们有信心，也对你们很放心。所有族男的会友，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友情，因为这个名字取得真好，就是你不能够忘记他，也很难忘记他。啊，这个父母真是有智慧，取了一个友情。不知道你们的孩子会不会叫爱情啊？那应该是爱情的结晶。但是我相信这一对戒指，只是告诉别人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。今天他们已经不是每一个人的 available， 他们已经在神的面前立下了永远的约。